地里掰甘蔗吃的，看这个就是我家种的甘蔗，种的还挺多的，这一排全是哦。这边甘蔗长得还挺长的，把它掰下来。哎呦！我家种的都是绿皮甘蔗，主要是用来压榨红糖哦。就把这个甘蔗给洗干净，等一下来尝一下它的味道。算了，就这样吃吧，那个水太脏了，这个也挺干净的。尝一尝，嗯，这个绿皮甘蔗吃起来好甜呐。水分也是特别的足，嗯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家里没有零食吃了，就来地里掰甘蔗吃。回去啊，拜拜。